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的有缘法师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星云大师在《人间万事》里面的其中一篇《初见》。在日常的居家生活中，除了家人以外，常常会有一些访客上门。如果是初次见面，我们应该如何招呼呢？平时在公共场合里与人相遇了，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，若是初次相见，我们应该如何与人应对呢？尤其一些寺院道场里，每天总有一些初次光临的游客信徒，又该怎么样接待他们呢？初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件大事，因为过去素不相识，今日有缘面对面见到了，必须要有一些动作，一些表态，才能沟通彼此，千万不能冷漠一对。尤其现在一些服务于公共场所的人，乃至于寺院道场的知宾照客，不能把自己当成是在机关门口站岗，更不是守卫门户，应该给认识和不认识的初见者一些欢喜。对于初见，有六件事我们是应该要注意的。第一，主动向前招呼。在门口相见，要主动向前招呼，比如说欢迎光临，欢迎大驾，请问有什么能让我为你服务的吗？我负责在这里服务，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，我与这里的关系很熟，希望能有机会为你服务。如果你能这样主动招呼，那客人立刻会去除陌生的感觉，犹如回家一样，他感受到你的温和、热情、体贴，对这个地方也会心生好感。第二，主动开口问候。人和人见面，就算是彼此认识，也是多时未见，今日见到了，我们要主动开口问候。你好吗？吃过饭了吗？全家都来吗？还有朋友同来吗？因为你的问候拉近了彼此的距离，让人有宾至如归、如沐春风的感觉。第三，主动微笑示意。如果我们是一个服务员，或是寺院道场的知宾照客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见到人要主动微笑，尤其
对初来的客人，想到对方初来乍到，对我们的地方并不熟悉，更应该主动地面带微笑，不能冷漠以对，让人感觉像是进了衙门机关一样，毫无人情味。第四，主动服务帮助。初次见面，一番寒暄问候之后，就必须主动为他服务。如果是要来见什么人，可以替他打通电话联络。如果是要填表报名参加活动，应该送上纸笔。就算是没事，纯粹来观光的客人，也应该带他到客堂喝茶，不可怠慢。第五，主动带路参观。在寺院道场，不管对方是好奇来参观，或是为了信仰来参拜，都应该亲切地带他到佛殿礼佛，或是到课堂谈话，甚至随缘给予一些佛法开示，千万不能敷衍了事，草草打发他自己四处闲逛。第六，主动解决问题。对于有问题求助的人，不管是否初见，都应该热心为他解决。尤其在寺院道场里，如果能主动热心地为人解惑释疑，让所有来者都能心开意解，豁然开通，把原本的烦恼抛之脑后，道场一定能兴荣。人与人初次见面，第一印象最重要，最初的一面能给人一个好印象，后面的事情都好办了。如果初见时让对方有了成见，事后再想加以改善弥补就困难了。一般经商的人，商场上注重以和为贵，佛教的寺院道场更应该以亲和力度重。如果初见的礼貌都不够，有的闭口不语，呆坐不动，或是板着面孔，毫无表情，如此要怎么样接引众生呢？希望大家在听了这篇文章之后，都能成为最佳的接待之客。今天这篇人间万事就到这里，祝福大家花开四季，耕耘心田。阿弥陀佛。A smile could be a light. In the silence of my heart, a smile could make my life.
let the flowers grow, let the music flow, let every smile bloom into the garden of life, let us warm every heart, take a breath in the stars, live a life, make it up, take a breath, take a stop, live and make your life worthwhile.Darkest nights, a smile could be a light. In the silence of my heart, a smile could make my life. Let the flowers grow, let the music flow, let every smile bloom into the garden of life. Let us walkTake a brand new start. Live a life, make it up. Take a breath, take a step. Live and make your life worthwhile. Wear a smile. Wear a smile.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、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笑意如从前，感觉都没有变，一切都那样亲切。又在这里相约，快乐是那么的甜，互相陪伴的岁月，每个感动的瞬间，让我们牵着手到熄了四圈圆，那些快乐度过的时间，有你在就弥足珍贵，让我们所有信念没有终点，永远散播喜悦，不管身在任何的季节，都可以懂得享受蓝天。